好的，我马上到。看什么看？你个臭保安，没见过肤白貌美大长腿吗？好的，我一定呀、把这个老板给搞定。哇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还这么哇塞的大美女啊！大叔，您的钱掉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姑娘。不客气啊，大叔，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啊，你一定要把钱保管好。我急着去面试，我先走了。哟，这公司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什么人都能来这里面试了？就是啊。两位帅哥，你们好。好什么好啊？你是不是没吃饭饿晕了？看不出来我是个女的吗？就是，一看你又三天没吃饭，来公司蹭饭的嘛。等一下面试官一定不要你，赶紧走吧。赶紧走。哎，你说的还真对呀、这保洁大妈来面试，这会儿又来个看门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嘿，哎，保安大叔，是你呀、来过来坐，让你我不坐了，你坐吧，小姑娘。我坐很久了，来。你真开气。你俩什么学历也敢来这里面试？你知道我啥学历吗？我海归。我可是八五七。你们，老板。老板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过来了？哦，对了，这两位和这一头是过来面试的。惊不惊喜啊？意不意外啊？小姑娘，你看现在都凌晨两点半了，你肚子应该饿了吧？来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奶盖沙琪玛，你尝一下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，这个奶盖沙琪玛吃起来松松暖暖的，甜而不腻，真的好吃，这是不是很贵啊？不贵的，你看这个奶盖沙琪玛，它上面都有一层厚厚的奶盖，混合着蔓越莓、葡萄干还有黑芝麻，一口下去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关键是它还是独立的包装，干净又卫生。这一箱啊，足足45根，才只要19.9元，还给大家包邮。你要喜欢吃这些啊，你都拿着吧。这个还挺实惠的，我赶紧给我孩子们多囤点。哎，起开吧，老板还面不面试了？就是，你看把他给饿瘦了都。面试，面试从你们踏入我公司的第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。现在面试结束了，你们两位被淘汰了。小姑娘，恭喜你，面试通过。啊，是我吗？啊，怎么是他呀？我可是海归，我还是八五七呢。我们这么大老远过来，你问都不问就让我们走，你得给我个说法。就是，说法，你看看你，外表穿着光鲜亮丽，却与你的内心一点都不符。还有你，八五七大学毕业的，受过高等教育，说话就这点素质吗？还想要说法？门在那里，给我出去！这就是给你们的说法。什么破公司，我还不稀罕呢。就是。小姑娘，欢迎你加入我的公司。真的吗，老板？